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中国佛教史，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上到这个讲义序文第二页的第一行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佛教徒甚至出家，有特别是出家人，对于佛教史的理解态度是不可以用世俗的纯学术的以怀疑为立场的，或者是以将佛陀当作是世俗人凡夫啊，甚至于把菩萨罗汉等也当作是凡夫，把整个佛教的历史发展，从无论是思想还是教团形式等等，通通把它想作是一种社会人文的一个极世俗极凡夫的一种流转方式。一般凡夫的人间的这种世俗事，当然他是这样。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说到了，佛是大智慧者，那么具足神通，具足这个智慧，菩萨罗汉亦复如是，他们所推动的这种佛教历史的发展它并不是像凡夫这样子的从无到有，从慢慢的这样发展演化出来的，因此呢也就不能够再运用这个所谓的人类漏略的六根所看到的这种经验，以这个经验所结集整归纳出来的所谓逻辑性呢来看待佛法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虽然佛法我们以人的立场看到世尊用人的方式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好像也以我们人所理解的认为必然的那种方式呢来示现来教导我们佛法，可是你要知道佛法并不局限于世间这件事情呢大家务必也了解，所以佛法对我们人类来讲它是出现在人间，但佛法不唯一出现在人间，佛法即使是现在它出现在我们人的这个人间，那为我们所学习，然而它也不局限于人的立场跟人的经验那么这个也就是佛教佛弟子应该建立健全而不偏颇的佛教史观，毕竟佛教是一种生命觉悟的实践与信仰，是一种觉悟的实践，是一种信仰。既然它能够是觉悟的实践，所以它实践出来是一种整体的生命的大觉悟，它超越人类肉身的限制。这并不是我们把佛神化了，不是神化。你要知道，如果你本来就能够跳过那个水沟两米宽，然后有一只蚂蚁说：“你好神哦。”你觉得会不会啼笑皆非啊？那不是本来你的能力吗？他说你好神，这是你相对于蚂蚁来说，蚂蚁它不能嘛。那你他的蚂蚁当然说你好神哦。那对你来讲那是你本能。所以说我们说佛有神通，这不是我们把它神化啊。什么叫把它神化？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大凡夫，我们造神运动把它拱成像神一样，那当然没话讲。问题是今天呢
世界上 也承认人类在进入禅定状态，身体的皮肤的温度可以增加很高，乃至于人类可以用意志力来扭转什么呢？扭转这个铁质的那个这个汤匙啊什么，甚至于日本人写了一两本书，这个统一集团有在出的那个生命的能量啦、水之道等等，他那个水啊，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咒语，乃至于写不一样的字，把它放在上面，你写恶的字，那个水自然结晶成为一个很难看的乃至不结晶的东西，那你用很美的字、很好的善的字，甚至写个佛字，你把它放上去，哇，那个水的结晶很美，乃至于你诵咒，那个水的结晶非常的漂亮。还有啊，台大电机系，那个李时成嘛，还是谁，他还做了那个超能力的实验。他说你将一张纸写一个佛，然后对那个完全没有佛教概念的那个，但是他有一点超能力的小孩子，因为他还能用手去读字哦。他就手啊去摸那个写佛的那个字片，这一摸，你知道看到什么？他说：“哎，我看到有一个全身发光的人哦，你看看，他可是科学家啊，他没有犯不着拿他的科学生命跟科学的身份去作假骗人吧？他写了一本书，我们图书馆也有收。”这六根互用，本来经上就说了，眼睛能听、啊、耳朵能读，乃至于手摸字也能读出文字来。那你说这叫做什么？把它神化了啊？这就是你人类没有的经验，是少有的经验而已啊。那不是说人类不能啊，你人类你的生理的机能啊、科学家生理学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大脑用到的一生所用到的用不到10%，我们大脑、一生所用到的部分用不到10%，那你说不神经？那它90%不是都废物吗？不是，等待你开发，可是你没开发，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啊，读生理学的人都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不是他白费的放在那儿，是本来你就有那个能力，你没开发嘛。所以你说我们把佛陀神化了，这简直血口喷人，乱说一通。那愚痴的人才这样讲，那外道愚痴，他信仰非佛教的东西，非佛教信仰者，他硬要把佛压低，那他的事。你身为一个出家人，你还跟着人家飞舞讲这种话，你的愚痴，谤佛的不自知。千万不要这种颠倒想、颠倒见啊！那么这个呢，毕竟佛教是一种生命的觉悟的实践，既然是一种实践，它能够改变你的身心。再来，一种信仰，既然是一种信仰，你相信佛、菩萨、祖师，它是真实不虚的说明经典中的意义，你不能够随便的去以怀疑做出发点了。没有错，佛陀是说我的话你要经过理性去理解，那是他告诉声闻人。可是你看看大圣经典啊，乃至于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论上说，大乘的佛法是信为能入，佛法大海是信为能入。对不起，他怎么不叫你理解能入啊？你无法理解嘛，你用你凡夫的经验，你没办法对比嘛。放光动地你看过了啊？你没看过，你是凡夫，你没办法看。哎，这个可是一切人类本来的能力啊，只是因为我们愚痴，被欲望所限，所以不能显发。那佛陀不过是显发原来的相貌，具足的就是功德，他原来他显发原来的样子，你说我们把他神化了，你这个出家人你还这样讲，那你不愚痴吗？所以千万你要记得要有信仰啊！佛陀出世这么辛苦的出世，他讲说大圣经为了来骗你的啊？你说大圣经是人家编的，那请问那也不是泛泛之辈编的嘛？那假设真是人家编的，那他要编那个来骗你吗？没道理嘛！他得什么好处啊？
他经销佛经赚了多少钱呢？他如果要骗你，表示他还有无明嘛，是不是这样子？他有无明，他就有贪爱嘛，他有贪爱，他一定要从这个编假的佛经来得利益嘛。你看谁得利益了？所以你这些通通是自己站不住脚的，这些反正通通你这根本就站不住脚，你为什么要说大乘非佛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你完全是用人类的那种颠倒经验来妄想分别，千万不可。所以你是一种实践，它可以完成自知自证的，你去静坐嘛，你自己去实验嘛，对不对？我告诉你说我有过这种经验，那有意义吗？你自己去做，你按照方法去做，你去修行实践，你去修行，你就会有这个经验嘛，这是可实践可验证的。不然古来那么多出家人出假的啊，那要都是弄假的，那谁要去出家呀？那要没得一点心里的好，身心的好处，得的好处，哎，我们可要舍欲望哎，哎，我们可是凡夫哎，啊，贪爱男女美色，钱财地位，哦，你会贪爱，我不会贪爱啊，干什么？我要舍他，我要来修行，这是可实践、可验证、可以超越那些世俗价值的啊，你才愿意这样做嘛，对不对？同样道理。有很多是你实践而不能一时理解的，那你就要知道那是一种信仰，信为能入。你身为一个佛弟子，你不能先以怀疑做出发点，哪怕你研究佛经，研究佛教的历史，你可不能这样想，哎，以前的人可能造假哦，你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搞什么造假啊？是现代人在造假，颠倒愚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前古德他造假有什么得好处？得什么好处？没有啊，是不是？他知道多少说多少啊。你再来这个好吧，你说一般祖师搞不好，他一般的出家人搞不好他也有颠倒想，他造假。那你去看看那个感通路、哦、那个道宣律师、欸、拜托，他是律师、欸、他写的感通路，你看他写，他到处去收集那些感通、感应的。那他学戒律，他开创中国戒律南山律宗的祖师哦，他要造假呀，他讲谎话呀。所知甚广，你中国佛教摆着这么多的例子、案例，西域传来、印度传来的经典，说的这么样子的明白，你完全不信哦。你完全视若无睹哦，哎，但是那些世间学者稍稍用一点点白话文举了一点点他自以为是的所谓证据，哇，你的信道那耳朵都啪啪的这样子了，你说这不是业障观是什么？2000多年的佛教没人这样子像你这副德性的，就这个时代专门去信外道，信的这个样子，那这不是佛法灭之相，不然是什么？啊，所以说别忘了有信仰。那你说，哎，信仰会不会盲从啊？什么叫做盲从？你依着自己的颠倒念跟欲望，你选择你要信的去信，这就叫盲从。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为什么出家？我们相信佛陀是圣者嘛，我们已经相信佛陀讲的是圣言量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圣言量。我不能证得，我还不能证得，我唯信能入，哎，这是我经过理性的抉择、分析跟考察，我相信佛陀是一个真实。宇宙之间，要是说有一还有这么样子的骗人的人，如果佛陀还要骗人，天底下没有真话了，是不是？自来古祖师说的嘛，天下名山僧占多，是天下好话佛说尽。你我们今天如果凡夫，哪怕是。居士好，居士他在家人算了不提，那我们出家人为了佛法来出家，哎，你不信佛不然你信谁？那你今天信佛，那佛的圣言量你不信，不然你信什么？你倒过来你就信世间学者的颠倒见，你说这算什么话？这是错的。那么怎么办？所以你要提醒你自己，佛教是一种觉悟，生命觉悟的实践，你要去实践，你就知道为正相应。
不是 一切都拿比量，拿人类经验来说的。哪怕是你经验中还得不到，还证明不到，你实践还证明不到，那起码你要信仰。他说了，他固然以佛教固然以人类的理性经验为基础，为方便，但绝不以人类的一切理性或者一切的经验为限制。这就是我刚刚一再说的，没有错。佛陀也告诉你啊，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什么是不可做，什么是怎么样，什么是错的，他也依着人类的经验来给予说明，这样的事没有错，没有错，他也依于这个为基础。可是 请注意，我说基础不是全部，对不对？不是全部。他方世界的人你有经验了啊？那个在法华会上面，十方世界的众生全部来了，乃至于十方化网的分身诸释迦牟尼佛通通来到灵鹫山了。这个时候呢，哇，现前的这个弟子把位置都占满了，他就移这些弟子到其他地方稍远一点，让远来的弟子们分身的弟子们回到，哎，就坐到这个眼前来。哎，这你有经验了？你凡夫有经验了？你没经验吗？这个时候你唯有信。那你自己没经验，那你又不愿意信，然后还要硬要瞎掰，说这叫做这叫做预言，这讲的是神话。你这不就是谤佛了吗？是不是这样子？那要一部经单独这样，你说那部经是伪造？太多经典都有这种神秘的超越人类经验的场景，《华严经》《地藏经》，通通是这样，没有错。有一些这个初期的般若经典，也就是说，刚开始在化导那声闻人，初期在化导声闻人，不是时间上的初期，是方法上的初期，在化导那声闻人。声闻人以现前的经验为本，所以他在讲般若经，比如说刚开始的那个。金刚经，我们最常用金刚经，它就没有这样子的特别的好像这个放光动地的形象，因为它化导的就是以将要回小向大的声闻人为主的，所以它就不会了。可是你像华严经，这以这个累劫九修的菩萨为主，或者像法华经，以已经调熟身心准备信仰大乘的这种对象来说，他就马上有了什么？有了特别的内容说法了。这种说法就超越人类经验，马上就出现了。为什么？佛陀已经可以这样说了，你已经准备了可以信了，或者本来你就能信了。你是他方的菩萨，本来你就有神通力量，你能看得到啊。哎，这个大乘经典历历在目，你完全不提，你完全一竿子打倒，说那些通通是编出来的。你真的很大胆了，这种说法，那出家人这样子想，真的是很大胆，也很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完全不要这样。你自己没信心，你也不要影响别人没信心，啊。所以说，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为方便，但绝不以人类的理性跟经验为限制。为什么？因为人类的理性跟经验是有限的、粗糙的。而且常常是不完整乃至于错误的。你比如什么叫错误？你看看我们不是有男欢女爱吗？哎，这天人来看我们简直神经，像狗猪猫猫猪狗猫羊一样。你看猪狗猫羊，它那个母狗生的小狗，小狗长大再跟母狗交配，那我们来看，哎，这个是乱伦。你会给它个名字叫乱伦？人类不也如是吗？你讨的老婆搞不好过去世是你娘啊，而且什么叫过去世？搞不好就上一辈子啊，对不对？搞不好上一辈子是你阿嬷 啊，你阿嬷要照顾你，照顾不够啊，现在还要再生重新投胎为女人呢，当做你老婆来照顾你啊，是不是这样？对天人来讲，那两天以内的事而已；对我们来讲，人家天人这个四天王天五十年，兜率天一百年，一百年为我们的一天，我们的一百年他的一天。所以你看他轮回一百年，去轮回个我们彼此轮回个一百年，他对他一天而已。那我的阿嬷重新投胎成一个女人来到我家隔壁被我娶了，在天人来看，咱家四爷要给你阿嬷在被你抱，还不是乱伦，不是什么，不是乱伦，不然是什么？
你看看，那我们的经验说那是我老婆爱了个要死，你说你的经验对吗？是不是笑话一场？是不是？以前呢、啊，有人在《生前杂志》上发表说：“哎哎，这个轮回啊也是瞎说的，哎，这个大乘佛法编出来。”嚯、哦，我一看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就写一篇文章，通通引阿含，还引了那个什么穆建莲呢，讲那个莲花色比丘尼的那个三世因果的那个故事，我引出来，我说这你不要血口喷人呐、啊，你不要否定大乘，连因果你都否定，你到时候你要下地狱，你否定因果。他再也不敢再写什么了，他再也不敢再讲话。哎，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人类经验有什么好依附的？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觉得了不起的？这是笑话，这是井底之蛙，是不是？科学也不了，因果也不了，三世因果，那你来看人类的经验算什么？你要知道，我们面对是极全99.999%的跟我们一样的那种肉眼凡夫，哎，那他能看到的经验，那是多愚痴啊！你说就用仪器来看，那仪器也不是人造的，那都虚妄相，那不是真实相啊！所以说，这绝不以一切人类的一切理性或经验为限制，为完成，也不以它为完成。换句话说，你度化众生哦，你以为把人度完了就度完了？有人又这么讲，哎，我们佛教应该是人的佛教，活人的佛教，不是死人的佛教。这话不知道从哪说起哦。哎，你只要懂轮回，你就知道哪里会有死人。死人是世间人说的，我们都在讲没有死人啊，每个人都去往生啊，对不对？往生到投胎去别的地方去而已啊。他死时那个肉体躺在那里啊，他的第六意，他的神识马上就去投胎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不投胎，他做圣人也到五不还天去了，是不是？那他是不是众生啊？他当然是众生啊，你度不度啊？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念假的、啊，每天三皈依在念假的 啊？那众生无边誓愿度，死人哪里有死人？他不过是转变成中阴身，准备去投胎。那你念经给他听，让他起正念，这不是度活人，不然是度什么？所以说这话通通是颠倒说，通通是那种什么卖教求荣的说法，嗯，亲痛仇快的说法。说这种话都是让什么？都是让那个外道听得很爽快，佛教徒听得很难堪，而且颠倒人家的知见的说法。什么叫做佛教只度活人不度死人？啊，有死人呢、啊？啊，有死人呢、啊？都在轮回里头，这不是都要你度的吗？所以说，有人就凭这个，他就什么呀？哎，那个水路啊，哎，堰口啊，那个都是中国的仪式啊。这个我们佛教讲求理性，我们呢不做那个玩意儿。没有错了，这确实是有人拿来赶金灿做赚钱的勾当了。哎，这是人错，不是法错。哎，你可要弄清楚，哎，你是要有点知识一点也蛮好一点，对不？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批评，你就有胆你来批评说，说这里这个法哪一件事情错，哪里没有菩提心，哪里是外道，你说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能够拿那个外表，然后乃至有人做错了，你就说，哎，那是中国的仪式，中国的仪式，我们就说依法不依人，他要是里头有佛法的内涵，你依不依啊？更何况里头完全依的经典，那是一个修行立身的善巧方便发菩提心的一个什么呢？一种具体的修观的方法。你不去了解它，你就一竿子说，哎，那只是一个宗教仪式。好了，那我请问你，宗教仪式有什么不对？嗯，为什么不需要仪式？读经不是仪式吗？研究佛法在那里研究，不也是一种仪式吗？那只是一种动作，无非都是为了理解佛法嘛。当我们呢，一群人领着一群人专心一意的唱诵这些经文，并且随文呢入观，我们不是也深化那个经文的理解吗？加强我们对众生的悲悯吗？这怎么会是仪式啊？哦，你讲两句仪式，好像那都是白痴在做的啊，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也是错误。不要再讲这种话，
不要再讲这种话，啊。那么呢，这都是错误啊，绝对不能够以人的经验为限制为完成。所以说，有人就是这么讲啊，哎，这佛法只在人间，度化人间是度死度活人，不度死人，他就是以人为限，以人为完成。弄了半天，佛的化区是大千世界，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可没有说人类无边誓愿度，哎，他讲众生无边呢，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要吃素，就是因为不伤害众生了。你都知道要不伤害众生，那为什么众生在生死关头你不去度他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呢，这通通是错误的佛教史观所引发出来的那种错误之见，以长期以来，这一二十年来一直默默的流传在台湾各处，而且越来越强势，大家务必要严于佛法的邪正之辩，不要再东轰，不要再做烂好人，也不要喝稀泥啊！都对了，人家是长老，讲的也对了，人家是大道场的，这个什么样子啊？人家信徒这么多，他应该不会错了。那如果这样，那你干脆就信基督教，基督教信徒比我们还多。你要是算，要是宗教的价值拿人头来算的话。是不是这什么话嘛？是不是？还更有意思，人家我师父都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他难道会错吗？啊，那个年轻的法师，他那么讲，他难道就对吗？哦，那叫以胡子有没有来说的了，那你去找山羊好了，山羊都有山羊胡，那他一定是智者，这笑话。你都自己佛教徒都自己知道是三世因果轮回修道，古来禅宗讲但论见地，不论什么，不论修持的嘞，是啊，你见地正确了，你一开始就对了，你少修一点，多修一点，那是早到晚到的问题。哦，你修了三十年、五十年了，结果见地错了，啊，满脸白胡子，嘿，对不起，刚好是外道，越修越错。所以是依法不依人，佛教徒不是一天到晚知道的吗？你已经没办法了，啊，被人家说一说，好像没话可以回答了，只好拿年龄来跟人家顶。更显得你讲都不需要讲，愚痴嘛！哎呦，不行哦！还有出家人也用这种话、这种套路在讲话，你不让人家贻笑大方吗？哎，讲到这可怜呐、啊，讲起来是可怜啊！多说了，好像以为我喜欢说人家出过失，我没有喜欢说人家过失。吾起好辩哉，吾不得已也。嗯。孟子这么说，我不敢亮美，但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充满了这种似是而非 的说法、啊、所以这是佛弟子与世俗学者在研究佛教史的认知上最根本的不同点所在。下面来一个惊叹号，表示这加强语气，弄清楚吧，啊，佛是一切智者，祖师菩萨他是实于者、真于者、不妄于者、哦、那么佛教的发展不是用人类经验所可以完全理解，也不是纯社会人文的这种把佛菩萨罗汉当作凡夫，那一群凡夫在那里，演变着一种社会文化关系的内容，不是这样的。哦，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了啊，《阿含经》是原始的，那慢慢发展很复杂，就像人类的思想由简单到复杂一样，所以一定是由阿含出什么出大乘，哪里是这样？先本而立基，先本而有枝末。这是佛法证得那个大乘的根本，为了利益那些没有大乘根器还不能生信的外道，所以引大思小，引实思全，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一个真正彻底的开悟者，他不会开悟了，哎，开悟小部分，慢慢的才开悟大部分，开悟大部分，如果这是凡夫有可能，他是佛，哎，他一下证得，而且累劫修行已经多累劫以前成佛了，他一下就已经到达那个最完美的大乘境界，那为了众生他可以开
哎，更低阶的佛法教导他，中阶的佛法教导他，人乘的佛法教导他，声闻的、缘觉的、全教菩萨的，最后圆教菩萨的，这他才能这样子运用自在嘛，对不对？这不是很合理？这也是符合经验呢、啊。嘿，你不耻之徒，你非得要把佛当作是凡夫，那既然是凡夫，思想一定从最简单的阿含开始，才慢慢被发展创造出来。你看，是不是把佛当凡夫看？是不是把佛教的发展当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在看？这是当时的传教士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就把你佛当人嘛，他怎么可以把你佛当佛看呢？对不对？那你今天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你不知道人家是用这种态度在研究佛教的，你也跟着跑，还说对，那头给我挂去坐啊，给我讲讲谢谢，就是这样。错了啊！我一再的绕着这个主题讲，不要再起颠倒见了，勇于去拒绝这种荒谬的说辞。所以我们深信，也唯有在深切地认清了这个差异性之后，我们跟世俗学者的不一样，佛弟子才可能真正的从佛教史的世俗性研究，世俗性的研究就是也是一些文字嘛，对不对？好，那么是人去结合起来的那些资料嘛，看起来是世俗性的，你能够从这世俗性的研究当中让它仍然能具有宗教的实践内涵，你能从这些世俗人的研究成果乃至于我们自己去看的那些佛教史的基本的原始的史料，我们从这些去看，然后也进行所谓的研究跟比对等等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我们要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它才能够具有宗教实践的内涵。那因为它具有宗教实践内涵，什么叫做宗教实践内涵呢？你看到说，哦，佛教这样发展，你看到佛陀当时在本身故事里头，他怎么样行菩萨道，你就升起一种我也应当如是的这种想法，而不是把它想成说，哼，这哪有说自己割舍身喂虎的啊？我去叫哎，哪有说什么佛陀当鸽子当鹿王啊？哪有这样？嘿，都嘛是误缘了你啊，错了。不是，那就真的佛这样做过，他做过鹿王，他自己牺牲生命去喂养他人，你今天也得要学的这样，即使是不是真正敢有能力把肉身去喂老虎，起码你也应该把你的金钱，把你剩下的最后一块面包在必要的时候都施舍出去，这就像割你身上的肉一样，就是要学这样啊。你看看，你读了一个寓言，你读了一个所谓的佛的本身故事，你不把它当作寓言，你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可实践可学习一种真实的文字，那是不是看法不一样啊？但是今天有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有出家人去写关于佛教本身故事的文学性价值，你看看看，你看你也逗懂啊喂，他把这个当作是文学性价值，然后还写了洋洋洒洒，去比较了什么安徒生童话啦，什么哪一种寓言故事啦，然后最后结论是说，这大概是发生在西元几世纪呢？为了强调宗教情操，的很高超的这种佛教寓言文学，哎，他写的高高兴兴呢，他顶了一颗光头写这种东西呢，哎，实在文也是起尿气嘎爆的。而写出这种结论出来，所以说嘛，他颠倒成这副德性，那当他师父的，哦，他应该觉得可耻。如果你徒弟读佛学院，就写出这种文章来，你应该觉得可耻。你怎么还好意思炫耀说我徒弟读什么研究所，什么佛学院呢？应该是没脸见人的，钻到土地底下去才对呀，是不是？所以呀，看一样是本身故事，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人家有道心的人，人家看到历史，人家看到实践的方法，人家看到发菩提心的内容，那愚痴的人把它当文学看。
听懂了没有啊？啊？所以啊，千万要处河汉界，划清界限啊。那么，从而我们能够让它具有宗教实践的内涵，从中从而得到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呢，所应该明白的，我们应该怎么发心，所应该依循的，我们应该依什么道理的道理跟启示。你比如说光看一个本身故事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角度，这是佛的历史，那你就要这样知道说，啊，佛你看在礼节以前就这样发菩提心，那我今天在道场里头，我哪怕做得太累，那也不像佛这样子舍身喂虎吧，也不像佛这样子自己跳到火堆里去烧死喂养他人吧。那我今天这样子，我还可以睡觉，我还可以吃饭，我还保有着肉身，那我还能够叫什么苦吗？你看，当你看了这个本身故事，你映射到自己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道心呢？你是把它当真的看，你才会产生这种宗教情操嘛。如果你把它想，哦，这个预言倒写得真好啊，能增加我们的宗教情操啊，那你会怎么想？那写预言嘛，那当然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我干嘛要学它？你就不会学它了嘛，你在哪里会产生一种宗教的实践的功能呢？你哪里会给你一个道修道的依循的道理跟启示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头痛三天，他说那是过去世呢，怎么样？他在当小孩子的时候，人家呢抓鱼，那个结果那个鱼网很大一只啊，他拿棍子敲那个鱼头三下，也有人把它当作是这个是讲解这因果的故事啊、的一种预言。那我们听的不是这样，我们听的哎呦，连佛都要受这种果报、哦、那今天我肚子痛啊，我哪里腰痛？我哪里呢？人家都用看看，用阿甘那骨哎，阿兰病恹恹的，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嘛。过去式的因缘嘛，怨不得别人嘛。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产生启示嘛，你深信因果嘛。啊，你的史观是这些话，佛不会骗人，那你就得利益。你的史观要是把它认为说，哎，这些公办改，这讲一讲怎么样，那你就不能升起信心。同样道理。同样的道理哦，《华严经》哇，那个诸佛菩萨从十方来，《法华经》哇，各地的菩萨从十方来，然后怎么样，《地藏经》佛说的时候放种种的豪相光，你要是真的相信，你会觉得哦，庄严，你正在诵它，你的心就收摄了、哦、你内心起的无限的敬仰跟乳慕之情，对吧？是不是这样？真希望我也能够在场亲眼看到那种豪相光，那多好啊！你是不是产生这种想法？然后因为我看不到，所以产生一种惭愧，然后也因此产生一种仰望，然后因此你就专心诵这部经。那如果你不是这种想法，你是在想，哎，这个就是要发起我信心啊，我都已经有信心了嘛，不然我来诵地藏经干什么？赶快念过去，赶快念过去，赶快赶快，我要念重要的东西，我要念重要的东西。你看你怎么念地藏经？你一定在经当中分好坏，分重要跟不重要，画重点。这不是重点，我赶快念过去，甚至跳过去。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有人开始乱集结经典。哎，这句我要，哎，那句我不要。道信禅师不是说吗？自道无难，唯贤拣择。你就正在拣择。那佛说的字字金言金句，你凭什么？你那个凡夫念头，你能够结集呀、啊？你说，哎，我学儒家也有所谓的集经。哎，儒家是人师之言呢，这凡夫的话哎，他要怎么干，你让他去弄嘛。这佛说的经言，那句句前后多句，前句后句，这不会有多，不会有少。固然经过翻译有稍许的差异，那也只是文化用词上的差异而已，精神是没变的耶。哎，你把佛也当凡夫啦，好大的胆哦！你就是可以选佛的什么话才说得好，佛的什么话说得不好？你想想看，佛会不会这样？嘿嘿嘿，嘿嘿嘿。我讲经了，嘿嘿，佛，你看佛会不会这样？佛不会多一个笑话，佛不会多一个咳嗽，佛不会没有必须要说的话多说半句的。你要知道，这才叫做佛哎，佛有完全的智慧，是不是？所以他不该说的不多半句，
他应该说的不少半字，他是这样子才成就是金言所清宣之经典呢。那如果是这样，你有能耐就碾掉一个字，碾掉一句，多两句，说这两句比较好啊啊，说这句才好啊，那句不必要用，可以这样吗？通通是一种把佛等闲看的这种态度。大乘佛法重点在忠经，忠于经典，然后呢，信佛、重行三大项，你别忘记，一定忠于经，经是佛清宣，信佛一定深信佛，他信佛超过信人师，超过信祖师，信佛。因为诵经，因为信佛，经是佛所说啊，因为我信佛，所以经领受为一切的妙法。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我依经而行，完全实践。即使是我还不能证得，我也依信而入。所以是忠经、信佛、重行，这大乘佛法必有的三大特质。你要对经开始怀疑，你要对佛，你把佛拉成像凡夫一样。啊，那乃至于呢，这个，你如果是这样子，我告诉你，你那第三样行，你就行不上来了。你仔细看，做这种事、讲这种话的，你看他怎么修行，都是搞活计而已，做世间的善事而已。他把世间的善事当作是菩萨道。啊，那安尼哦，佛祖规气去叫咱赚大钱就好啊，啊，都爱去来出家，对吧？赚大钱较好，钱较好用啊，对不？我要来做世间的代志，不是较好用？啊，都叫你来出家。所以菩萨道要这样子就叫菩萨道啊，那还未免佛教太小，被你太小看了。所以这都是牵涉到正确史观跟不正确史观所引申出来错误之见。你看他也修行，你看他也忙乎乎的，你看他讲起佛经来后也是头头是道，可是这根本如果有错，通通有问题，史观一错了，一切皆错。所以相信我，这事情实在是观察太久太多了啊。好，那么这样子呢，实为佛历254年下安居啊，那个时候青龙寺的时候写小文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科，这个大科呢，就是说讲纲啦啊，这个讲纲首先是玄坛甲一、甲二、甲三，分三大科。第一科是玄坛的，玄坛第一科是道人为何仍要研究佛教史。这里头分四个项目来说明为什么。那么呢，第二大科是什么呢？玄坛的第二大，什么叫玄坛？就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先将周边的概念、基本的跟主题不直接有关的内容呢，先给予怎么样？先给予说明，建立清楚，发起你的意乐，发起你的信心、好要之心，以及建立你的根本的什么呢？学习的态度等等。这些都叫做玄坛的内容。那么第一项玄坛内容是问道人为何仍要研究佛教史。第二项的科，第二项内容是甲二，这是二进位法。我们甲二，甲二是什么？历史跟历史研究泛论。什么叫做历史？那历史研究是怎么回事？叫做历史研究。因为我们今天读佛教史嘛，佛教史当然，佛教史不是有谁去把它写好了。佛教史就是有人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啊，有人这样记录，有人那样记录，有先记录，有后记录啊，有记录这个角度的，同一件事情有人记录这个角度，有记录这个角度，有的是隐藏在这一边说，有人隐藏在那边说，这里头你怎么要去回复一个原来佛教的曾经发生过的样子？那你得要用点方法，用点研究。研究就是一种所谓的分析、比较、归纳、演绎等等的这些逻辑思维方法，就是研究了，就是研究哦，旁征博引啊，总体归纳，给予分析，然后给予推论等等，这个叫做研究。无论是科学的或人文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这个自然科学，通通是这样叫做研究。啊，所以说历史研究泛论啊，这样。那么第三科呢是什么？佛教史以及佛教史研究概说，就再谈前面先谈到为什么要研究佛教史，接着就说到什么是历史，
那历史的研究又是怎么回事，慢慢再引入到那么佛教的历史又是什么，那么佛教历史的研究又应该怎么来操作，这样知道吧，这样知道吧，好，是这样。那么就是分这三大科， 你把这三大科通弄清楚了，你来研究佛教史， 你基本的见解你才不动摇啊。那我前面在序文里头所讲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科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更细腻的来给予说明，这样诸位了解吗，诸位了解吗，好。那么这是玄谈的部分，那第二就是入文，就进入到这个佛教史的本来的就是原文的说明，这里头也会依着讲义呢略微提出几个继续在讲义的重要的部分我们再把它说明一下，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那本课本当中来所以说我们先看我们的讲义，然后再用运用课本那么这样好好。那么现在翻到呢那是第一页不，我们再看那个目录那目录呢入文的部分呢有一个甲一是序分，乙二，甲二是正中分，甲三是流通分。那么甲一是序分，序这是依着人家解经的方法我们也把它套用，所谓序就是序目，刚开始引入导入这门课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么就是有分两科，以一是印度佛教史综述，以二是中国佛教史之研究主轴为什么，这样子这两个呢先让大家有个概念。首先为什么要讲印度佛教史综述，因为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佛教传入的，主要了哈，主要。那么因此对于印度佛教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人家研究的结果如果无损于对佛教的信心的，好，那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去给予理解，好，或者是说，一般人研究的结论也其实跟佛经上所显示的一样，那基本上他就没有带有一种偏见，那我们拿来理解一下，说哦，印度佛教大概是怎么样？这个呢，我们这一次就不会再讲了啦，因为这样牵涉太多的事情了，我们就不讲这个。不过让你知道说，哦，曾经。我之前在讲中国佛教史概说的时候，我有稍微提的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头就有七项，有七项，到时候我们再念它我们还是会简单念的带过去。那么乙二呢，是针对中国佛教史之研究的主轴，它有三大主轴。它你去研究它，其实它应该有三大主轴。一种主轴就是客观背景，你必须理解这传统的佛教史，尤其。在早期西方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没有进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一般写历史都是站在教团内部来写历史，就教团里头的事情记一记，这样就对了。其实教团里头的事记一记，就对当事人来讲是很合理的，你就记录教团的事情嘛。问题是后来人不只是要去知道教团的事，请注意，他要知道是教团的教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研究历史是需要这样， 你研究历史并不是知道它怎么样，它发生了什么，不只是知道这样，它还要去了解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这历史的研究有进一步的需要，懂意思吗？所以研究佛教，中国的佛教或者哪一国的佛教都一样，它应该有三大主轴的。第一个主轴，那个佛教在那个空间跟那个时间的背景之下，到底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什么样的时空背景跟政治背景。第二呢是教理的思想，第三是教团的活动，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这三大主轴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注重在第二项跟第三项，教理思想，所以说教理思想史，还有教团活动，就是一般泛泛的佛教史。然而现在的人开始已经知道说，佛教不会孤立在社会之外，它也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社会的脉动，人心的因缘，还有政治的力量的挪动，
所以佛教的教团的发展跟教理的思想多少会因此受到影响。好，这也讲，那么这是属于续分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就讲正中分的部分，就比较简单的提了几样。不过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呢下一堂课呢再继续跟大家做一个鸟瞰，对这些科判的内容做一个鸟瞰。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次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次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次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